最难念最怕的。情况怎么绕到一只肥仔的脸上，差点就被抓了。还好没走传送门，旁边是两只丧尸在守着。别跳出去，感觉这生怕仔撑不了多久。果然如此，这次有点危险，就直接变超级猎手，跑得挺快呀。过来这种大型丧尸，把他们技能骗出来就赶紧跳走。他开了个护盾，我是赚的。再往传送门旁边走，打不过可以溜。可谁想到被狂爪这么一勾打断我的计策了，烦人。又来到一个新的卡点位，来来来，一起上。这小肥仔还挺能打，一v一还真不信打不过他。这边实在是太过傻了，上来一个秒一个，一刀横劈，直接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。冰雹领主也制裁不了我，实在是太脆弱了。这看贼现在血量怎么是1314啊，奇怪的数字。还剩下一只小瘦仔，一只小肥仔，他一直在我面前晃，哎，把我技能骗出来了，可恶啊。这位置有点狭窄，这肥仔糟糕，打不过花人跳撞到墙上去了。突然间是口干舌燥，兄弟们不玩了，喝水去了。